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可以为三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、半日托、即时托、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照护服务，是受家庭认可的托育服务形式之一。近年来，各级各部门加强顶层设计，积极拓展社区公共服务功能，聚焦方便可及、价格普惠、质量有保障，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建好婴幼儿家庭的身边缘，提供普惠托育服务，缓解群众入托难的问题。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养老、托育、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公告，对提供社区托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等。社区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自有或其通过承租、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社区托育服务房产、土地的，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。